Hello，大家好，我是 Sandy。今天来邀请到就是住在美国的前心理治疗师 Eleanor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我收到有一些问题，就是大家的迷思，就是这个事业真的有这么好吗？所以先让 Eleanor 跟大家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他自己。Hello，大家好，谢谢 Sandy 的邀请。我也在北美，但我是在美国，我在美国南部，我在 Houston，Texas。我是3年半前来美国的，然后以前在台湾是在医院工作6年多的临床心理师。然后来美国之后。就也是学生，然后也是网络创业家，就是身上蛮多重，就是有蛮多重的角色。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跟 Sandy 上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事业的优缺点。那就是加入这个网络事业，毕竟大家都是有不同的动机嘛，来分享一下你的动机是什么？我当初做这个事业动机其实很简单，就是刚来到美国嘛，然后就放下台湾原本很稳定的工作，所以我来美国其实来美国1个月就在网络上，因为当时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就是 quarantine 啊，然后就其实是在家里面一直在用网络，然后突然有一天 Facebook 就跑出一个广告，然后我就不疑有他的马上去报名讲座。对，然后马上就是去进一步了解，其实是想要多一个收入啦，因为就会觉得说来美国其实就是一直烧你的积蓄，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多一个收入来源，然后是跨界的，就是不论你到哪一个国家都可以做，我看到网络，然后又是全球性的，就很吸引我。OK，那接下来就是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快就是说我常常我有一个观众就是说，虽然这个事业你说要花1到3个小时，那我这样子的话，我原本就买纯股，然后领股票，什么都不用做也可以领钱，那这样子不是更好，还可以利滚利这样子。那你觉得这个看法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超棒的耶！可以想到这个问题，表示你已经很有投资，然后已经有被动收入的概念了。因为我自己，因为要出来美国，其实出来美国之前，我也花了蛮多时间去学投资。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其实啊。纯股息对我来说是真正的被动收入，是你没有做什么事情，然后就像这个观众，他其实非常有概念，就是我把我的钱一部分拿去钱滚钱，这是很好的概念。那换到这个事业之后，其实我们是要花一些资金去打广告，变成是我用钱去买时间，因为有广告员会帮我们推，就是系统会帮我们工作嘛。然后我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你的这个获益，当然我们知道股息它需要就是时间，纯股息是需要钱滚钱，如果短时间可以就是滚大钱的那个，其实都是伴随着比较高的风险，所以我们都会说，好的公司好的纯股息，其实股息再投资是要一段的时间的。那其实说真的，任何的投资跟创业都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壮大，这个事业也是一样。那这个事业，如果大家一开始经营的时候，也会经历过一小段时间，是你必须要用时间去培养。好，那我自己在思考的是，假设我们现在这个 business 投资的时间跟广告是可以更快的。好，如果你比如说你有，就我觉得就是要去算，就是说好，你现在投这个股票。然后未来就是好，我们在这个事业，我们看的是大概2到3年，或者是3到4年。那我们在这个事业里面，有人的被动收入是大概在2到3年内都可以创造一个每个月有5000块的被动收入。那我的目标在这边也是，我相信每个人的目标都是在这边都是。那所以说，如果你用你特定的资金去钱滚钱的话，那这个资金也是要够大，才有办法在对，比较更短的时间内。去创造一个相折抵于你就是月收入的一个被动收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业里面，我当然还是要花时间，可是我觉得我花的时间，我还是学到一些新的技能，也就是说，我开始怎么学习做网络行销，然后，也许那个钱的回报不是这么快的，可是一旦对我来说，就是它一旦有回报的时候是很快的，然后同时我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就是我觉得这个 business 就是除了收入之外，我觉得就是我还有一直在 update 学新的东西，这个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钱，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再有更多的钱，或者是我这边稳定了，我其实也会继续把我在这边事业的，就是收入再投资，然后甚至是再回去就是定期的投资好的股票。对，那因为现在我是学生，我自己的资金运用还有一部分是我必须得支出的是我的学费。那如果我有更多余的资金，其实我是 business 跟投资都是会继续做的。对，那现在就变成是，因为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要充时间，所以我会先把这个 business 就是放得比投资在更前面一点点这样子，所以我会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投入比较多的资金，所以重点还是个人的选择，就是你自己去看到，不同的投资，然后不同的创业，它的效益跟回收的程度是怎么样，然后你可以去把你的那个投资的比重放大一点点，还有考量时间，时间很重要，所以这是我给你蛮长的一个回应。对，可是是我真心一直在想的问题。对，这是我在这个 business 里面真的，已经2、3年还是不断在想，我这钱拿去投资会更好吗？对啊，所以这个是我的确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想的问题。也有人不知道有没有，说，如果有，还就是比如说 Sandy，你还有问题，你也可以再询问我这样子。对。OK。对啊，就是如果回到前面说零股息的话，那就是变成是说，真的是这个事业主要强调的重点是不是主要是个人的人生学习目标，应该也是其中一个重点，对不对？那再来就是说，也是一个本身自己资金的考量。了解。那目前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好，我是进入到下一个，其实也是蛮相关的问题，好哦。就是有一些人他本来就是有自己开店的，那本来就很忙，但是他们的营收是稳定的。那你觉得他们该投入这个网络事业，真的会帮到他们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先了解说他需要的是什么。好，他可能营收很稳定，可能 maybe，可是他可能被绑住了。就是很多人可能开一间店，他的营收很稳定，可是他人一直得在那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先确定这个观众他本身除了他自己的事业之外，那他为什么看到这个网络创业的时候他会很就是被很吸引？对啊，那一定是看到这个网络创业在他原本的事业就是没有的东西，那我就会去问他说，就是那你还有被吸引的点是什么？然后你现在觉得你的创业，你原本的事业里面虽然营收很稳定，可是你可能失去了什么？你用时间去换你的收入了吗？还是说就是你觉得不够弹性等等的？因为对大家来说，就是又有钱又有自由，然后又有时间，是大家都最想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了钱，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没有自由，对啊，所以这是我觉得时间是用钱买不到的。所以这是我会回去问他说你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在你的原本的创业里面，你看到了什么限制？所以当你看到了一个新的机会之后，你还想再去尝试，对啊。然后这边是零风险的评估，所以你来看一下，来了解一下，你不会失去什么？你可能就是失去了对。90分钟的时间，然后可能1个小时的跟 coach 聊一聊的时间，这样子，好。对，今天主要就是这两个主题这样子。对，好。那今天谢谢 Alan 呢，帮我们解答这两个我比较常收到的问题。
那下，对。刚刚关于投资啊，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刚刚脑海中我突然想到一个念头，可是我又忘记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投资，就是除了时间，然后我觉得就是投资有时候就是你可能是自己就是在家里面闭门造车，就是每天看数字嘛，就像很多人他可能投资，我觉得你已经有一部分的钱去那边钱滚钱是很好的，可是我觉得在这边的事业就是会有很多的人际交流，然后你会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学习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单纯用投资去钱滚钱，跟这边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如果你同时有多余的资金去钱滚钱，然后你同时又想要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我觉得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对啊，对，就是变成说，你一样还是可以，虽然你本身就有那个资金去做投资的，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想要再学习更多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你也愿意跨出这一条领域的话，说不定也是一个很意外的发展。没有错，我这个事业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意外的发展。对，我对，就其实是，你说。好多好多这边的创业家都会发现说他们的人生都有非常大的转变，不管是那个原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我们这边是以不讲那个什么收入的，就是说以学习心态来说，我觉得发现大家都是非常欢乐的，改变很大。对啊，当然，收入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因为我一直就是最近我也在分享说，其实我觉得创业最大的目的就是，终极目标是时间跟财富都要自由嘛。对，那如果因为钱，老实说，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在异乡生活的人，其实，外国生活的那个就是，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我们当对时啊，对啊。自己可以多一个就是收入来源，然后最好是这个收入来源是以后当做退休的 backup。所以我一直在是时间，如果我可以花这几年的时间去打造出一个很好的一个 backup，那我愿意啊，就是我也愿意牺牲我现在玩乐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投资其实很重要，是你要先有一桶金，对不对？其实投资对，是先要有储蓄，你才可以去做更多的投资。所以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是你的取舍而已，在你现阶段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那现阶段对我来说，我同时要在美国就是可以求生存，那我同时也不放弃说我再建立一个长期的被动收入管道。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真的我很常在跟时间赛跑，因为我都会觉得说，我既然放下了台湾原本的工作，我都会想说。如果现在的我在台湾，我是可以就是有很好的工作的。那我既然敢放下我台湾的一切，那我在美国就是要拼了，因为我不想要浪费那个时间。对，所以同时现实生活跟这个我的现实生活中不是在打拼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网络事业打拼。所以，我觉得对，尤其是对，旅居国外的人来说，这个事业其实是很棒的。未来你可能有时候要回看家人啊，或者是你还要继续的在国外就是永远的待下来，其实他都。让你都是真的可以带着走，所以这是我很喜欢这个事业的原因。原本参加这个事业也是说，如果我这个飞机产业，如果因为我先，因为之前意外受伤，就觉得发现说，以后如果有后遗症的话，那也是真的没办法做一辈子。而且我觉得住海外就是移民工作签都是一个很大的忧虑。那未知数。这个事业真的是给了很多海外工作人，不管你是海外青年还是你要带着家庭移民，真的是给了非常大的一个弹性的平台。对，哎。没有错，我觉得，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到国外来，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跳脱出舒适圈。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其实只去努力的掌握我可以掌握的就好了。那其他我不能掌握的就，
我会去想办法去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可是那个不掌握的事情，无法掌握事情，就像你刚刚讲的移民身份等等的，我就是这是我的 reality，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把我可以掌握我可以做好的事情，我尽量把它做好，其他的我就是尽我最大的努力就好了。对，还是很对，没多未知数的，就正如你所说的，没有错。错，对啊，这个也是回归到一个取舍的问题。我们要认知现况，然后解决当下的问题，这样子。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虽然我也是会去想比较远的人，可是我就觉得，活在当下很重要，我把我每一天的过好，会过得比明天好，这样就已经很棒了。对。对。OK，谢谢今天 Alan 的来参加我的这个 Go Life，好，谢那谢我们今天 Sandy。对，好，那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